协奏好好玩音乐会，协奏好好玩是我们的这个礼拜的协奏好好玩音乐营的发表会。Thank you.
谢大家今天莅临协奏好好玩音乐会，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的莅临就是给孩子们最大最大的鼓励，希望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能够种下音乐的种子，希望让他们真心的喜欢音乐，因为只有真心的喜爱才可以让音乐陪伴一辈子。那期待下一次再见，非常感谢专内老师带领的乐团，再次谢谢。